就直接三两个两个抓就好了，反正剩下来的就是那个。没有哎。没忘了。太厉害了！你手上是单数还是双数？双数哦。哦，那原本就过了，原本就双数了，因为我相信这是命运啊。惨遭淘汰的王浩翔和朱立明，他们的心情会是如何呢？真的很兴奋，因为我们摘也摘最多，然后吃也吃最多，然后就因为单数，这到底是什么游戏？我真的不懂。我觉得这不是你说摘得快、摘得多，那厉害，那没话说。可是这种几率问题呢，我真的是受够了，别再玩这种游戏了。可是我还是刚刚还在游览车上面都撑着眼睛不敢睡觉，我都不敢睡，闭上眼睛五秒就想说我弟会不会过来，对，就还是被淘汰了。最后剩下的六位男子汉，谁将是今天的最终优胜者呢？好，终于到了最终的比赛啦！最后呢，这六个选手里面谁可以得到奖金5000块？对，那其实呢，这个消息一传出去呢，在外面的外差已经呢比内容对还更精彩，比内容的金额赌局了。没错，没错，没错。那现在每个人心里面都有黑马哦。对，而且这一关呢，其实之前完全都是凭运气，这一关要凭一点实力，一半一半，但要加上一点点的运气。没错。对，等一下呢，将会有两个沙包让他们选择。但是呢，两个沙包呢，轻重各有不一样。对。然后呢，背着这个沙包呢，要往这边跑过去，然后再跑回来。对。以秒数最少者为优胜。命运决定的时刻到了，现在用铜板来决定哪一个沙包是你的。对，命运。好，各位观众，对这边吗？沈佑凯的硬币是正面。好，正面就是这一袋，我来拿拿看。我要修嘞，真假的啊？真的假的？有那么夸张吗？我要修嘞，这怎么跑啊？耶哦，这怎么跑啦？哇哇！哎，沈佑凯就位，第一棒即将开始，由我来记码表。各就位，预备，开始！哇哇哇哇哇！讲我们怎样看一下看一下，是不是受伤了？有没有怎样？有流血吗？沙包不要了，沙包不要了。来，我看，看看怎样？男子汉就是要练体力，有事吗？有没有事？来，上楼也太快了吧！哇，刚刚前面很冲哎，你刚刚心情前面是冲太快，对不对？对，后面没力。我冲太快了。来，我们来公布他的时间。1分01秒，一分零一秒，相当不错。这个距离应该有个150公尺了。对，晃，一定会晃，会晃。而且我还有冲力。然后就一直在那边甩甩甩。要问谁？好，所以抱的姿势也很重要。来，命运的，命运的正反面，正反面。来，观众，那个观众，好吗？好，来，正面。哦，跟刚一样喽。同一代哦。同一代。OK 的。来喽。加油，小心啊！各就位。开始！秒数记起来了，秒数。好的，好，
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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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错，表现不错。来，第三棒，第三棒就是我啦。哇，这个就是效果十足吧？哈，这个叫做黑马，黑马，黑马，也不知道他到底能不能啊。但我想，因为你身上的肉就跟沙包差不多了吧？来，正凡，我想帮你报纸好了。我帮你执啊，好。王子会丢下去。正面，正面，没有人知道反面啊。哦，好奇怪哦。先拿哎呦哎呦，哎呦，一副，而且人家是采取小偷或者是圣诞老公，他在抱小孩。好，预备，开始。OK 了 ，OK 了 ，OK， 我安心了。我跟你讲一下哦，这个国权说他之前在学校田径队，他一百公尺是十一秒的，真的还假的？他十一秒的哦，可是怎么看不出来啊？哇！哇！他拿中的啦！哇！他中还是 A 队长？中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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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的！这个，快！加油，小孩要掉下去了。太慢了，太慢了，太慢了，太慢了！哇，陈一翔的口气很大哦。没有。OK， 来看一下秒数。好，登记起来了，恭喜。恭喜。欸、怎么样？讲一下感觉。好像怀孕在跑步啊！怀孕在跑步，怀孕比较。你很爱脱哎，你很爱脱哎，你哪一集没脱过？穿背心啊，我穿背心，脱心哎，脱心。每集几乎都在脱的男子汉何梦远，他能用他的肌肉换取胜利吗？各就位，预备，开始。想想，敢想。其实，哇塞，沙包重不重？还可以。你到中间的时候，为什么歪掉？会歪掉。为什么？就我想要改变它的重心。啊，改变它的重心呐、啊！昨天三点睡觉，这样跑还不错。好，下一位。有着 B-boy 爆发力的曾毅翔，他的速度能够超越何梦远吗？各就位，预备，开始。就想到这个软脚虾一样，而且竟然想要偷懒，还没跑到这个上面就已经要折返了。哇哇哇哇！哇，五千块！快快快！呀，快快！呜！跑！哇，好红哦！呀！我怎么都不见了？跑到最后，我也碰他们两个就好了，然后就没有跑到最后。我发现我刚刚没有问对问题耶，你昨天十一点睡觉？对。是自己睡吗？啊，是啊，是吗？好，最后一棒了，最后一棒了，会不会杀出黑马或白马呢？你想走一下，我好害怕啊、哦！那来，这是反，这是正。如果没有杀出黑马，欧弟哥就来了。喂，
加油啊！希望我不要输给声波犬，好不好？最后一名也蛮丢脸的。Oh my god！正面怎么会这样？六个全部正面，也算是公平竞争。也是哎、欸，完全这个就没必要了、欸。真的，来，就位，预备，开始 ，Go！ 啊啊啊！我完了，没了，回来了啦！来，大家的草莓拿好，准备回家了啊！真的，没有手段，真的危险。准备了，各位。来最后的六位男子汉，由柯梦元以49秒18获得胜利，得到奖金5000元。来公布，直接第一名了。第一名柯梦元49秒06，恭喜！哇！来，哇！今天的王者，对，5000块奖金，5000块奖金，哇！又够用哎。独乐不如众乐乐，我就决定就是献给所有我爱男子汉一起的玩乐基金会。哇！淘汰，去谁？你忘记台长上做什么了？反正最后得到第一名还要淘汰。没有，因为我都踩着大家往上爬，所以大家都有点。哎呦！经过今天生存巴士的你死我活之后，获得胜利的柯梦远可说是集实力与运气的一人。至于其他男子汉，下次可要加油啦，不要抱着侥幸过关的心态哟。和由于娘炮军团各项 PK 都被惨跌了。哇！刚刚怎么了吗？哦，这个，太烂了！我这个，你刚睡着，你还没反应过来。事情过，快点过来！啊！完蛋！组危险组啊！超市今天晚间10点。